3、2、1，进直播，凯蒂姐说话哦。阿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喜乐能够来赞美神，阿妹。我们相信不只是祷告带领我们征战，而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，仇敌也都要四散逃跑，阿妹。因为当我们赞美，就要有神迹奇事发生。主歌，预备 ，one two three。短的间奏，四小节。第一次预备，一起来唱。You are good， 你们唱。All the time， 大声一点。You are good， 歌手还有一遍哦。准备拍手留鼓 ，Echo 来。准备留鼓哦，鼓的拍手。Unison预备。后半哦，抢拍。
我去宣告你是主，还有你是主，准备收。我们最棒的神，你热情的欢呼，再大声一点，哈利路亚！下一首 GK， 张天敞开 ，Two Three Four。我的神是美好的神，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，赞美敬拜的时候，相信天门要为我们敞开，神的荣耀降下来。主跟 One Two， 继续哦，好，唱起来。副歌，前奏。还有主歌，副歌。弱的主歌预备。再选副歌，回去哦。Outro 完整的，四小节 ，Ending 一集，欢呼一下哦，开首 EP 哦。再次跟你旁边的人说，神配得我们最大的赞美。Intro, two, three, Amen. Four. 神也喜悦他的儿女，他的子民。
同心合一，聚集在这里，一同的来敬拜。我们相信，当赞美、当敬拜的时候，天门要为我们敞开，阿门。天门要为我们敞开，神的灵要大大的浇灌下来。今天早晨是一个遇见主的时刻，今天早晨是在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刻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们欢迎你。主歌预备，你爱是我苏醒，重新来过，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启动，所有一切交给你，毫无保留。你爱使我苏醒，重新来过，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启动，所有一切交给你，副歌毫无保留，大声的唱，让我为你而活。永不放弃，想你爱我，让我为你前进。我是昔时的赎回，如今单单属于你。活出你指引的生命，改变世界为你战斗。再两小节，主歌。1, 2, 3, 4 你爱是我苏醒，重新来过，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梦想因你而启动，所有一切交给你，毫无保留。台姐，你等一下15分就做结束祷告，尊哥不会上台。永不放弃，想你爱我，让我为你前进。我是昔时的赎回，如今单单属于你。副歌再走。活出你指引的生命，改变世界。高举双手唱。主，让我为你而活。先走 ，Bridge 先走。4, 3。准备 Bridge。Bridge 再次哦 ，Bridge。准备弱的副歌，副歌弱的哦。收录当成我们的祷告，对着主说，永不放弃，想你爱我，让我为
为你前进，我曾稀释你赎回，如今单单属于你，活出你旨意的生命。好吧，再唱一次，让我为你，让我为你而活，神在寻找那愿意奉献一切的人，永不放弃，向你爱我，让我为你前进。我曾稀释你赎回，如今单单属于你，活出你旨意的生命，活出你旨意的生命，活出你旨意的生命，改变世界为你转动。拍掌把荣耀归给神，大家一起来。主啊，让我们为你而活。光仁哥，等一下准备上台，所以我欢迎新朋友。为你来使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坐下来前，再次跟旁边的人讲说：让我们每一天为着主而活。主而活。Amen。今天我们要能够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，我们欢迎你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的大家庭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边，你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，等一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麻烦你可以起立，我们想给你的掌声欢迎你，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你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教会，麻烦你可以留言写个加一，或者是留言，我们都会有同工跟你们联络，好不好？数到三的时候，麻烦你从座位上起立，数到三的时候一的欢呼哦，数到三，一二三，请新朋友起立，好不好？在那边，哇，有三位新朋友，欢迎你们。旁边的过去给他们握手一下，可以吗？在这边也有，欢迎你们，在这边也有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哇、wow ！今天也是这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，很难想象已经进入到十月了。2022年又一转眼就这个样子，好像要过去。我们已经在圣诞季的准备里头。那今天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所以如果你是受过洗的弟兄姐妹，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分享主的饼跟主的杯。如果你还没有受洗，麻烦你耐心等候，在今天聚完会的时候，我们也相信也有机会。你想要受洗的话，可以到前面来，我们会有人为你们来受洗，请服侍同工可以到前面来。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，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我相信我凄美，我胜利我思念，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。我你的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主歌。福哥，所有弟兄姐妹起立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我天旋我地转，经沧海里桑田，都不
拿起饼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众人舍的。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。喝这杯之前，我只是想要跟大家不要急哈，我只是跟你们分享，像今天早上我一来的时候，就有好多个会友来跟我说，他说牧师，你知道吗？在过去这段时间的祷告，有人跟我讲说他们的肿瘤怎么样子得到医治，哎，阿门。有人跟我分享说怎么样子，上个礼拜这个他的嘴巴在发炎，然后祷告的时候，哎，下午的时候，那发炎的状况就完全好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们不是喝葡萄吃，当然我也不是说这是真正耶稣的血，但是我们喝这一个杯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是因他的鞭伤我们要得到医治的。所以今天早上，我不管你带着什么样子的疾病，带着什么样子的重担，带着什么样子的难处，带着怎么样子的悔恨，在耶稣里头你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当我喝这一杯的时候，请你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，他为你流的宝血就是要让你得到医治，他为你流的宝血就是让你的罪要得到赦免。我们领受这杯，耶稣谢谢你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请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继续经历你的大能。向人预备，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变哦。手可以下台，左两边讲说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哦。啊，乐手也可以下，刘甜甜。乐手弟兄姐妹请坐。